在行政院长吴敦义陪同之下，伴随着大平顶森巴古的欢乐角声，立法委员第一选区国民党提名候选人马文君在埔里正式成立竞选总部，受到支持者热烈欢迎。文君知影咱的马总统体贴全国的农民，在维护水土保持、国土的安全这个大前提下，农路、商业道路已经阁继续恢复补助，予咱的农民加钱农民，对不对？对。马文君当选，马文君当选。郭董义嘛亲身受证证据，依照马文君这一届选举会当顺利高票当选，现场一片旗海飘扬，热烈滚滚。在了郭董义特别南下徛台赞声，包括县长李朝卿、各级民意代表、各里里长等等贵宾，拢前来表达着支持。希望马文君继续替农民发声，同时拼观光、拼经济。埔里到处着温泉呢，这是一个宝呢，咱拢无去来开发，所以才这届咱开始要来开发。啊，这呢，台糖的土地给咱，就是院长、马镇长、马立伟，咱共同来争取。吼，甲台糖的董事长来讲，才有可能来进来。祝福哈，认真打拼做事的人啦，能够胜利成功。马文君在担任玻璃店长期间，积极推动龙时代，成果真好。这一届来自日本的好朋友，都好来到台湾铁佗，也特别敬上达摩不倒翁，表达着祝福。看到这么侪朋友到收听，马文君除了要继续为人民拍拼，同时也要做大家永远的好朋友。每一张选票，我拢有承诺，因为我要甲大家做上好的服务，所以伫这家。在此恳求所有乡亲士大，有真侪真侪政策，拄则包括县长，包括咱的林郑县长，包括咱的院长，因为讲我做真侪工课，我相信迄拢是我做一个民意代表应该做的工课。之后我嘛是同款，要搁甲大家徛做伙。会使做大家好朋友，包括草屯镇、中寮乡、国姓乡等等的乡镇支持者，拢特别来到埔里参加这场盛会，可见马文君的高人气，抱着必胜的决心，寻求连任。记者甲记采访报道。